必须把后腿吃到吃到后，进行前扣、往后，使点斜劲、横劲。大家注意，从进行横，横呢传到后，进行横打往后压他，身体往前抢。喂，当对方出拳后，你用传手横横切的动作，横切是必须你的肩骑到他身上，然后进行扭转你的身体，使对方摔倒。大家注意一下，封手后慢点，封手后进行从你这个中间把手向前骑对方的重心点，上步同时走，然后进行挤靠，使对方失去重心摔倒。这样正面对上，当对方击穿时，你用横切的办法进行阻拦。大家注意一下，住手，身体收起，蹲一下，进行抢步，进行往后扭靠。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封手后进行抢步，挤靠，挤往后靠，正面做一下，必须得封手后进行插手上步挤靠，手起一扭，对方自然摔倒。第一段最后一个动作，传手，传手呢进行直接传手也可，替手传手也可。好，大家注意一下传手动作，传手的动作下传，大家注意其他的腰部，注意封手进行传手，传手这个往前推他，传手后进行好推，传手进行下几靠，或者是抱他的后腿，稍起一拱，本身失去重心摔倒。注意后腿，你的腿要向他后方去上，另外下传挤压他的胯部，使对方失去重心自然摔倒。注意一下，好，这个手啊要进行搂一下，防止腿跑掉。正面的做一下，注意手骑他的后腿，大家注意封手下传手，下传手，传手时利用你的侧面进行挤压，手进行抱他的后腿，向前抢身，向前抢身，使他失去重心。摔倒，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下传手的动作，封手，手举毛腿下传，进行狗腿，身体向前猛抢一下，自然摔倒。正面做一下，封手下传，起身搂腿，封手下传，下传时手45度下去奔他的后腿，然后进行勾腕，勾他的腿，勾到后进行抢身，自然摔倒。第二段演练，正面再演练演示一下，
第二段分解动作，封手悠当抢面进步，封手击拳，然后进行捆打，捆打正面再做一下，封手悠当上步抢面，打他的面部，进行传手后进行捆手翻倒。第一个动作，封手悠当进行抢面，封手利用上方手进行悠当抢面，大家注意，走，进行悠当，封手进行悠当抢面，用挑手的方式进行悠当，悠当时也可以用你的后手，右手就是把它攥住以后进行悠当，大家注意一下啊，进行攥住以后进行抢步悠当也可以，然后进行翻手抢面，正面做一下，注意封手悠当这个动作，对方击拳时你用封手的动作进行悠当，或者是悠他的腹部都可以，击拳也可以，根据你当时的使用，对方出手时你用悠当，走，悠当，或者是呢进行封手击打，然后抢面掌也可以，正面的做一下，大家注意这个手，封手后进行悠当，好，进行悠当，悠当后他促使他的手自然下扳手去抢面掌，就是给他用上，还可以呢一利用呢封手后进行击拳抢面也可以，大家注意一下，击拳进行抢步抢面，直接抢面，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封手进行悠当也好，击拳也好，击他的软肋，封手后进行击拳抢面，正面做一下，封手悠当上步悠当啊，进行抢面掌，进行抢面，第二个动作，进步捆打，捆打有两个使用方法，第一个是封手后进行面部击打，接手后进行劈手捆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劈手后进行捆打时不要截他那手，偷一个手进行击打他的颈部进行咬打，大家注意捆打，当对方击打时你用你的拳进行击他的面部，对方当时一挡自然就把你肯定要藏的手，这时你用你的下手进行踢手，踢手后向你的后方拉扯后进行打他的腰部进行击打，第二种方法就是封手后踢打上部进行打他的颈部，你的前手进行往后拧拉进行打他的颈部，注意捆打，第一手是最关键，当对方击拳时你用你的踢手捆打方法去进行，对方一打边躺自然是反应，一打就搞，然后进行你的下手进行踢手，踢手后用你的左手向下拉行进行击打他的面部，如果你要寸劲上当时就倒，正面的做一下进步捆打，大家注意对方出拳时你用你的接拳的方法进行击打，打完以后
自然他要去那不去就打上，所以说打完后紧接着进行替打，替打后往后身拽他的臂，使他生成一个麻花型，击打或者是来一掌也可进行反打。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第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利用扭打，出山后进行踢手，踢手同时进行边打边踢进行扭打。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后腿，踢手后进行踢手，扭打后上步进行下拽进行切打。正面的做一下击拳，面部击拳进行踢他后手，然后进行扭打，也可以进行拍打使对方摔倒。还有一种方法是上后腿踢打后进行劈手后进行扭他的臂进行上步切打，后手要向你的后脚拉扯进行切打。第三段演练一下，正面再演练一下，第三段劈手，劈手转手巴掌。第三段第一个动作劈手，劈手动作进行转手。劈手动作有两个使用法，一个是里劈，一个是外劈。当对方既然你有里劈的方法进行劈手，然后进行反背打掌。大家注意里劈啊，里劈向这方向劈，猛劈，然后进行巴掌反背劈肘。大家注意劈肘，上步劈肘，劈肘，劈肘以后进行反背打掌，也可以呢进行旋转性摔打，劈肘后进行往后旋转，然后进行反打。正面来做一下，正面劈肘，大家注意，你可以也可以用双劈，也可以用单劈，双劈也可以，也可以砍他的颈部劈掌。大家注意，砍他的颈部也可以，下砍也可以。你要想把他摔倒，你就往后扭进，他自然就倒。还有一个呢，就是劈完以后进行反身反背。我单独先做一下这个前劈，双劈也可以。如果来手，你看招架不好，你就用双风手进行劈，劈完以后进行反背打掌。正面再做一下，内劈，进行劈掌后进行反背打掌，打他的脸部。还有一个是外劈。外劈呢即是用侧面劈，然后进行后打掌。第二种使用方法就是对方出手后你用封手的方法进行进行外劈掌，外劈掌打他这个关节的枪场，切完以后进行反打。再做一次外劈肘，外劈肘一般是打上拳是最好用，下拳也可以。比如说他打摆拳，你进行上步劈他的这个关节，猛劈，劈以后呢
你的手要拉扯他，进行往外扣他，然后进行转身反打。正面坐一下，对方及中拳以上，利用你的上接方法进行劈肘。哦，不是，劈完以后进行挂他的肘和他的腋下进行击打，然后进行反打，踢倒就是给他一个反掌、反背掌。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劈完了后进行挂完以后进行反打，正面再做一下这个动作，反掌后进行反背掌。第三段第二个动作，装手巴掌，封手后进行装手，然后进行反背掌。当对方击拳时，你用你的装手进行攻击对方，对方出拳时，你用你的装手。大家注意，走，装手就是挤压，拍他的胸，下边按他大腿，帮他跑掉。另外，反背掌也可以呢，装完以后啪墙面掌都可以使用。大家注意，封手后进行你的后腿插在他的后面，或者是前腿插在他后面都可以。如果你用后腿插在前方也可以进行装手巴掌。大家注意，利用后腿，后腿上到后进行花型，进行倒着他的臂进行推他的前胸，然后进行反打，直接反打别回，正面做一下装手。大家注意一下近身啊，你的反掌动作要和你的腿一起到，注意，好，一起到，你的肘进行拨打他的前胸进行击打，然后啪进行反打。好，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装手巴掌，进行封手后进行装手扭身进行反掌，也可以呢骑着他的身体以后进行面掌，面部击掌，封手后进行装手，反背掌也可以，面掌也可以。第四段演练，攀蛇劈胯打短拳。攀蛇劈胯打短拳，正面做一下，进行攀蛇动作，也可以左攀也可以右攀。攀完后呢进行劈胯动作打短拳，第四段击击方法，利用攀蛇动作进行击对方攀蛇。攀蛇呢也可以连击，也可以用前手也可以用后手进行反打。大家注意，用前手反打方法，走，两手同时进行，啪两下，再做一下。第一个动作的攀蛇，当对方击拳时，你用前手后手都可以，主要是进行回避翻。大家注意一下，好，反打，正面再做一下，注意击打的手部位。当对方击拳时，你大家注意，走，直接翻，然后进行连翻，还可以连翻动作。我单独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盘蛇
谈者就是从里向外画，然后进行翻倒，连翻两次。我完整的做一下这个动作，翻倒，正面再做一下，盘蛇翻倒，也可以呢，用你的后手进行斜翻。第四段，第二个动作，劈挂贴财，进行劈挂动作以后，贴财连推掌。劈挂的动作就是用前手走，劈完后进行反，反打以后进行托心掌，劈挂贴财，托心掌，注意一下，好，进行贴财，然后进行托心掌，正面做一下，大家注意，劈挂这个动作呀，不能劈到你这里，人家就要挤你，劈到这个部位，大家注意一下啊，这就可以了。离着他的头部还近，进行反打以后，反打后的手别挥，按着他进行推打，很好的效果。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劈挂劈财，进行抢步突心掌，正面做一下，劈挂劈财突心掌，不上步就扭腰，这手必须还贴着他的脸部进行击打。第四段最后一个动作，转拳，就是说逢手后进行转拳扭打，中上拳进行挑，中下拳进行压，进行打转拳上步，大家注意，好，直接打转拳，也可以逢完后，大家注意这手，逢完后第一拳先打，也可以第二拳先打，根据你使用的熟练问题，封完后前手打进行击打，击打时后手你必须得你的前手揽住他的，不让他跑掉，狠狠的击他。大家注意转拳打法，好，就是就打，然后进行抢步，瞬间麻他的手臂进行击打，正面做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手的进攻方式，过来就打，要快，反应要快，走，这就打，然后进行搂打时抢过提身进行击打，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离手后前手击打，然后进行拧腰坐胯，抹对方的臂进行击打，正面做一下，逢手后进行击打，前手后手也可以呢，进行逢手后进行抢步打你的后手，两个转拳，第五段演练，叼手嘴巴，拦腰棒儿，正面再演示一下，丢手，分解动作演练，丢手，嘴巴，进行呢，拦腰，打他的腹部拦腰，棍儿斜打。第一个动作的使用方法，叼手嘴巴，叼手嘴巴就是说你缝到手后进行打他的嘴巴，可以连击两下，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击他嘴巴，然后向前抢身后击掌，叼手时要进行保护你的头部，进行下蹲，进行击打，
抢城，用你的肘其他的臂进行拍打。第二掌拍打时要麻尖进行拍打。正面做一下，叼手嘴巴，对方击掌时你用你的下蹲动作进行叼手，大家注意，进行击打你的肘其他的肩。第二掌进行裸臂进行击打，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进行叼手抢步进行打他的嘴巴，上步进行击打，不上步也可。叼完手不能动，进行击打，然后进行拍打。正面做一下这个动作，叼手嘴巴，进行叼手抢步，叼手叼手进行击打，然后进行后手击打法。第二个动作，拦腰贯耳。拦腰贯耳有两个使用方法，一个是在里边使，一个是在外边使。进行拦腰时逢手拦腰，贯耳时利用你的反手打他的侧面，击打时最好是把你的后腿插到他的对方后面进行拦腰，然后进行贯耳。大家注意，逢手后进行上步拦腰，然后进行贯耳，进行贯耳。好，大家注意一下，上步进行拦腰，进行拦腰，拦腰后进行打贯耳，手顺他的臂向着反掌打他的耳部进行扭打。好，正面的左腿上拦腰贯耳，注意上步时一定要把你的后腿插在他的腿后，拦腰猛打，打后进行贯耳，如果他脸正面你就直接打，如果他侧面你就扭打。拦腰贯耳在里面的打法，贯耳后你进行上步拦腰，拦腰时你的手必须抓着他的臂或者是他的任何衣服的一点都可以，进行拦腰，然后进行扭腰贯耳。我正面再做一下，逢手后进行上步拦腰，然后进行贯耳。第六段演练，正面再演示一下，第六段粉段分解演示一下，劈砸后进行冲拳击打，后进行国掌内拳。第一个动作使用方法，减手冲拳，左拳也可以，右拳也可以。大家注意，减手冲拳也可以连击，对方击拳时你用减手的方法进行接应，就是击打，
然后可以连击式抢步进行击打，减手重穿。你也可以用双手进行，单手进行时必须出拳后俩手相碰进行击打，打后向下压进行重拳，注意好重拳，然后进行右拳打重拳。正面做一下，当对方击拳时，如果上拳进行挑冲也一样，比如说对方打白拳，你用挑的方法进行接应后进行重拳击打白拳，直接打，然后打出去进行连环击。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减手，减手啊，不要减的太落这边，你太落这边，人家会进来。你要是捡到这里，啪，拳头直着他以后进行击打，然后进行上步击打，不上步扭腰也可以。正面做一下，捡手重拳，捡手后进行上步击打，也可以扭腰进行打第二拳，也可以进行上步击打。第二个动作，裹脑雷拳，裹脑。如果是中以下的拳，进行下压，然后进行击打他的肋部。裹脑雷拳，中以上进行裹脑。如果下拳，你就得下压，因为你那都太低了，不现实。中拳进行下压，雷拳，也就是。平攻，大家注意一下，裹脑雷拳上来，直接打他肋部，打肋部后进行下滑，进行打他肋部，就是左右开弓。再做一下这个动作，利用下压的方式看一下怎么击打法。下压时，你用你的扭腰的方上步进行击打。进行击打，击打后你的手必须哪怕就一点也要把它踩到进行，然后进行扭腰击打。正面再做一下，裹脑内圈，上面的动作你用裹脑动作，下面你用下压白圈，也用这个方法。大家注意，白圈就是裹脑，下边就是下压这一拳。当对方打白拳时，抢步进行，大家注意一下接手的方法，走，进行下蹲后上接，进行打他的肋部，然后进行滑挺扭腰，下来后进行击打。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下压打法，进行下压后上步。进行扭腰打他的腹部，然后进行你的下手扭转打法。正面做一下，当蹲击平勾时，你用上步扭腰打来，挑后进行上步进行击打，然后进行扭腰击打他的软肋。第七段演练，回身抢练，裸手挥手，正面的演示一下，回身抢练，击拳。分解一下第七段的动作使用方法，封手抢面进行平拳，后进行
国招进行反犬及他的群雄。第一个动作抢面掌，吊体场面，吊体场面呢可以连腿带手一起发，比如说对方击穿后，你用吊体吸身进行蹬腿场面，好，进行蹬腿抢面击打法，封手时手身体稍许一扭，进行回身击打，躲开对方的击打面积。大家注意，他猛击时你要回身封手，抢面，蹬腿，啊，啪，进行软肋，进行蹬，或者是进行蹬他腿部抢面掌。正面再多一下，回身抢面，蹬腿。对方如果特猛，不怕，稍许一扭，进行回身抢面。看一下这个动作，好，进行抢面蹬腿。我单独做一下这个动作。对方如果极拳猛，你不要动，利用的混身方法进行抢面蹬腿，回身就蹬。正面做一下，回手抢面进行蹬腿，同时到，同时到也可以呢，进行呢抢步下压，边踩着他的腰部进行下压进行击掌。第二个动作，肘峰裸手进行击打，肘峰利用肘峰。肘峰以后进行裸手进行击打，或者是前拳后拳都可以。当对方击拳时，你用肘峰的动作进行裸击打，大家注意用肘峰，肘峰手裸手起身都可以，利用肘峰，肘峰以后进行裸手击打。当对方击盘上时，也可以用肘峰进行裸击打。当对方击白拳时，你用你的后手进行肘峰。如果你用前手，就得挑，这是滚肘打法。当对方击盘上时，大家注意，利用你的后手进行肘峰。大家注意，走，肘峰。肘峰后上步，一个是切打，一个是肘峰后进行击打，击打时可以用肘峰后来下面进行击打，峰后就是击打，注意肘峰击打。对方出平拳时也用这个动作，肘峰，他击拳时用你的肘峰扭腰坐胯进行封击打，进行击打，然后进行落手击拳及后拳。我单独做一下这个肘峰。肘峰啊，它的使用方法很多，第一个就是肘峰裸击打，另外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肘峰以后钻打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肘峰击打进行抢步裸手，肘峰完以后进行裸反手裸向前顺手前仰，然后进行击打他的部位。再做一下这个动作，肘峰顺手前仰击打，他往前正跑的时候，你用你的后手进行击打他的面部，